社会做一点什么。好的 ，OK， 我们等一下还会有团长时间，再次掌声欢迎耶亚伦。而且呢，不费力，不动刀，无修复期。好，再看向我们左边一点点，大概11点钟方向的镜头。很好，那么看大家在捕捉的时候呢，也帮我们记得艾丽的雷射体雕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方式，让大家的身材体态能够更进化。好，再看向右边的摄影机，让你不知不觉不小心就练出了6块腹肌。其实现在腹肌不管男生女生都非常的重视哦。还有哪边还没有拍到，举个手。对，可以吧。好，来正前方，麻烦正前方。好的，是的，过去的22年哦，你看从1999年从台南起家，然后一路呢，我们已经覆盖率非常非常的高。那不只是在台湾啦，在北京啊，在武汉呐、其实也都有艾尔丽的踪迹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变漂亮。好，还有哪边没有拍到的吗？扣子一个一个，对对，好，就这样一下下就好，辛苦了。好，来正前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要非常帅帅的哦。身为代言人，每一张照片出去都要状况很好，很漂亮，很好看，很帅。是的，那个衣服再开一点啦。好的，变开了啦，打开了，脱掉，脱掉。不行啦，保护他，保护他，不行不行，保护他，保护他。想不到拍，我还要躲开。OK 的，如果你们真的要看脱的话，我们可以请彭医师。没有啦，彭医师吓坏。好 ，OK OK。你想把它拉开？我们录一，我们开一个扣子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亚伦的腹肌。好，一颗扣子就好了哦。没有肌啊。好的 ，OK。谢谢亚伦。我拉不啦，看不到啊，看到阴影，好不好？我肩膀大。你至少像。我要开了哦。经纪人，经纪人确认一下，经纪人。我要开了、开了，像海报那样嘛，像海报那样可以，像背板那样，像背板那样。哎呀，我往背板上了，背板呢？这样子哦，拉开呀、有吗？都有捕捉到了吗？有捕捉到，我们要进行联访了哟。没有，没有捕捉到。都没有捕捉到了。白鸡短条啊，就一拍拍下去，亚伦真的太帅了啦！露点了吗？对，露点。不要不要点，不用点，不用出来。很难嘞。你本人就已经很有脸，很有梗了。OK 的。刚好是到你了。OK 吗？还有没有哪里没有拍到？他的腹肌没有拍到。好，那我们再欢迎亚伦回到我们台前的位置哦，我们要进行联访。